对吧？好玩，就是很好玩。其实慢，要快就打坏了。有用啊，这个大家综合搏击也可以用。太，这就是太极。嗯、这是太极，太极拳。对。哇，这就是高碳马，刚才我用的是高碳马。这个 high pad on horse， 高碳马，太极。伸手打我，这就是高碳马。高碳马。往后面下说。哎，可是为什么你们每次我去公园，我看你们练太极练得这么慢，我假的、啊、假的无聊无聊假的假的，不想练，假的，这个特有意思。太极有快的，这就是快的。嗯，伸手打我，快吗？快呀、啊！我这可没有，我没看过这种，很松，太拳很松。大约知道了、啊、所以我教他就是这个，我教他就是这种太极，传统的古代的太极。你看你几个招式啊，你看你把这用了几个啊，经济独立啊，经济独立用上了吗？Golden. That's not independent. Oh yeah. The golden rooster stands on one leg. Yeah. 对吧？嗯、再打就是百合两翅了，上，百合两翅，没看有怎么出去。啊、百合两翅，太极，对吧？嗯、再打一个这个上五七星。啊、打，上五七星。学学吧，喜欢就可以，就是松，很随意，就是你打我，我不管你不打你，就这拳头到这跟前这一拳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打。就只要你在后边，学会他这步伐，打，这可以吗？不犯规吧？不犯规。指当锤，嗯，可以挨着打。为什么你挨着打？嗯，知道。我不敢打这儿啊。啊、哦。师傅问你，你们的动作是不是一直往前？不许往后。你也打我。哪边的衣服？我往后，你是不是还要打我？是不是还要打我？哎，对吧？说你打我，我就往前打。故意对，现在。这个人打了你。打不着。打扰一下，哪位的衣服？啊。啊。对吧？不要退，千万不要退。你打我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打着我，就打着我，我也不要往后退。打我就这打，不要退。可以了吗？这可以打我吗？打着试试。这就可以打，还是这个招，没跑。记住，要是搏技术要给打惨，打惨他。咱不是搏击，我不能打残你。好多东西可以用腿，嗯，伸手打，这耳机也可以用腿打。注意，还不犯规吗？不犯规。就是把你压在这儿，拿这腿干，不犯规吗？不犯规。可以用吗？可以。对吧？学学它，对你有用。所以不是假太极。好的，不是假太极。所以就是说你看那个用那个冯玉杰，嗯，打，这是一捧，看到吗？那拳他过来打不打啊？这就是爹，这是一个旅行。你看，你看桌子上，简单，冯玉杰是吗？出来了不？啊，出来了。嗯，冯玉杰，嗯，看他手怎么出，嗯，接他手臂手的，嗯，要不然就给他逮住以后。逮住以后打我，这儿打我，接过来在这儿打，这不着地，简单。嗯。这是慢动作，快动作就没事，他把我打了。嗯、他年轻，我老了。啊、嗯。这我还要问你，你七岁开始练功，那我这么老开始练，还可以？可以。你今年多大？31。哎，没问题。再练5年，你还可以？两年、3年可以吗？可以。
我五十我还练呢，我五十多还练呢。太极拳顺小练，练到老，练到八十死了都可以练。一开始我打低，现在后来打高一点，也能练。它养，它是养护你的，就说可以增加你的体力啊，恢复你的体能啊。别打太累了，打太极拳啊，恢复体能，明白吗？再又把太极拳招式用在里边，特别好。再又说败中取胜，他打我，打我子弹过来，咱就打，来吧。我打不着你了，因为这拳打过来，这拳脚还打要打我，我管不了你，就这打，够。被谁打？够一个人，当然，这不犯规的，败中取胜的时候，对吧？我败了，你给我打都打躺下了，我这么打，老拳打，叫漏。分上往下漏，这底往上打，就说你打过我来，这是漏，对吧？这成语打。What's the translation? Leaking fist. Leaking fist. Leaks from the ceiling.